在北京繁华闹市的北二环外，栖身一座清幽之所，人至其中，仿佛瞬间屏蔽了尘世喧嚣。清静的心念弥漫在塔林隧道间，这里便是六世班禅赴今朝觐的驻息地西皇寺。乾隆45年8月26日，六世班禅结束了33天的热河之行，前往紫禁城。按照乾隆皇帝的旨意，已为六世班禅在紫禁城的再次相见安排得极为妥帖，游览皇家禁地、祈福法会，以及即将到来的六世班禅生日庆典，都在规划中。皇城胜景仅为六世班禅开放，此庆建立以来获赐殊荣的臣子再无二人。西皇寺曾经为五世达赖朝觐所修建的驻息地，西藏地方两代格鲁派大活佛在紫禁城第一次会同一处。相叠加的是，五世达赖和六世班禅爱国爱教的传统和心系国家的情感。按照乾隆皇帝的旨意，六世班禅有条不紊地参观帝国盛景和接见为一睹活佛尊容而四面八方赶来的僧俗信众，其中在紫禁城有两次法会非常重要。10月22日，雍和宫举行了2000人参加的祈祷皇帝长寿、国运昌隆法会，而5天之后，10月27日，将有一场意义更加重大的法会在等待。届时，六世班禅传法的对象不再是出家人，而是乾隆皇帝。然而，世事无常，很多事情非人力所能预料。2000人法会结束2天后，给乾隆皇帝传法法会的前3天，六世班禅突然出现身体不适的迹象。六世班禅传记载了觉察不适的当天，六世班禅和侍者之间的对话。侍者请求道：“看上去大师贵体没有严重的病情，但饭菜却吃得很少。大师过几天要给皇帝做法事的事应该推迟。”大师却说：“不要走之皇帝，我没有什么事。”第4天，也是法会的前一天，六世班禅的身体仍未好转，但他仍旧拒绝奏报皇帝以及推迟法会的建议。而这次提出推迟法会建议的是皇子和张家国师。六世班禅说道：“我的病没有什么严重的，让皇帝为此事烦心不好，皇子们也无需担心。”乾隆45年10月27日，法会如期举行。这次法会像一条纽带，两端紧紧连接着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因为乾隆皇帝和六世班禅二人特殊的身份，更把这种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意愿连接得更紧更牢。因此，法会对于六世班禅和乾隆皇帝来说意义非凡。而此时，乾隆皇帝还不知道六世班禅生病的事情。这天，北京大雪，天气非常寒冷。
第二天，圣旨来到西皇寺，但旨意是颁给大强佐与司善堪布的。乾隆皇帝写道：“听说班禅大师身体欠安，我心中不安，准备明天来慰问班禅。你们二人千万不要把这个消息提前告知班禅。如果班禅提前知道了，会因为我的到来更换坐垫，收拾周边的用具，不得安宁。切记，千万不得提前告知。”此时，六世班禅病状已经五天了，大家心里都压着一块不敢想也不敢说的大石头。10月29日，乾隆皇帝因担忧班禅身体，彻夜未眠，凌晨便来到班禅主席的西皇寺探视。史书中没有记载这次谈话的内容，但此时皇帝与班禅没有繁缛的礼仪，不像是政治上的君臣，而是一对忘年的知己。然而，这是六世班禅在清醒状态下两人最后一次会面。御医为六世班禅诊脉查看身体后说，从身上的红块看来像是痘病，但是从脉搏跳动看来病势没有加重。虽然御医言语间充满安慰，但还是所有人最担心的结果。六世班禅患了天花。天花是痘病毒的一种，也是最古老、死亡率最高的传染病之一。人被感染后，无特效药可治，天花曾在17世纪的欧洲肆虐蔓延，夺走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天花病程快，传染度和致死程度很高。即使得了人人谈之色变的病症，但六世班禅却出奇的平静和淡然。他对周围人说，我从扎什伦布寺开始承担一切，无论境遇如何，没有丝毫的怨悔，应该高兴才是。一年行走在人烟稀少的空间，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不可想象，更何况还有许多未知的风险。但六世班禅毅然出发，用脚步丈量中华民族的这片土地。或许从那一刻起，在他心里已功德圆满。法事、医药、皇宫和皇寺之间格外忙碌，乾隆皇帝几乎想尽办法渴望六世班禅能够痊愈。初冬的紫禁城，乾隆皇帝在给画作进行最后的雕琢，画上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椿树，在佛国印度这种圣树叫梭罗，传到中国叫大椿，是长寿安康的象征。乾隆皇帝一生亲手绘制书画作品很多，但这幅倾尽他祈愿的情感，每一笔都渗透着他长寿安康的祝福。这是他为十天后六世班禅生日准备的祝寿贺礼。他希望六世班禅像这株枝繁叶茂的大椿一样健康长寿。即便是95之尊也无法抵御无常，这幅奇寿长春图最终还是没有送出。确诊天花四天后，乾隆45年11月初2日，六世班禅罗桑班丹一息圆寂。
此时距他的43岁生日还有9天。《六世班禅传》中如此描述大师的最后时刻：3000大千世界逐渐融化，一切圣义地空光显现，身体的形状仿佛进入无量光佛之心中。六世班禅不远万里朝觐，让藏地归心，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六世班禅朝觐之行，因为沟通与和平、认同与忠诚的会面，依然因他而功德圆满。他平静的离去，了无遗憾。史书记载，初闻噩耗，乾隆皇帝过度悲伤，只说一句话：“我的喇嘛”，便昏倒过去。此刻，他似乎忘了自己的称谓是朕，忘了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国家至高无上的人。此刻，他只是一个悲伤的老人。清净化成塔，北京西皇寺最辉煌、最引人注目的建筑。佛经俱舍论记载，远离一切恶行烦恼垢，故名为清净。化成则是佛为化导众生成佛而变化的城池。这座塔是当年乾隆皇帝安葬六世班禅衣冠冢的所在，于是也以另一个名字为人们所知，六世班禅塔。寺院一角古老的石碑耸立于此，斑驳的字迹显露岁月的痕迹。在都市高楼掩映之下，石碑难见日光，不过据说每年春分日暮时分，总有几缕阳光轻柔地洒在石碑之上，似乎在温暖着200多年前的灵魂。石碑不朽，这是西藏地方爱国宗教领袖六世班禅留在紫禁城的生命印记。今天北京西皇寺是藏传佛教界最高学府，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六世班禅爱国爱教的思想从这里远播。西藏南木林县六世班禅的出生地，一切开始的地方。乾隆三年，被后世铭记的生命，也是始于冬日的一声啼哭。他用人生中一次次的抉择，不断定义自己的价值，最终超越平凡的生命，获得不朽。六世班禅庙是班禅故乡的信众为纪念他而修建的。如果说扎什伦布寺是历代班禅大师的驻息之处，那么这座庙宇只属于六世班禅罗桑班丹一息。200多年，缘起缘灭，生命无常，人类却凭借德行与作为获得永恒的铭记。
青藏高原，全球海拔最高的地区，被称为世界第三极。远古的造山运动造就了壮美的山峰与冰川。自然的伟力之下，人类的时间似乎显得微不足道。六世班禅圆寂之后的十年，是西藏历史上安定的十年。作为六世班禅的弟子，八世达赖继承了他的衣钵与信念。在他和驻藏大臣的共同治理下，西藏日渐繁荣，黎民安居乐业。然而，危险正悄悄逼近。乾隆56年8月20日，扎什伦布寺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六世班禅朝觐中央，圆寂紫禁城。乾隆皇帝顾念六世班禅的功绩，给予了扎什伦布寺丰厚的赏赐。但是，这些财富却成了强盗们觊觎的目标。乾隆56年夏末的木兰围场，一封急奏报摆在了乾隆皇帝面前。侵略者侵扰西藏，后藏地区生灵涂炭。西藏属于中国的版图，西藏众生也是中华的子民。六世班禅万里东行，表达善意与忠诚。他身后的土地与人民理应得到保护，这不仅是班禅大师的期待，也是中央政府的责任与担当。盛怒之下，乾隆皇帝几乎立刻做出决定，必须把侵略者赶出去。拉萨药王山西南的磨盘山，一座庙宇静立一隅。乾隆57年2月，三炷香袅袅升腾，前来焚香祈祷的人在此誓师出征。福康安，这位备受乾隆皇帝信任的大将，即将领兵启程。他的使命是将侵略者驱逐出西藏，并且永不再犯。清高宗实录记载，清兵千余人，斩贼600，俘获200，可见其战斗力之强。前方捷报频传，一个两难的选择摆在了乾隆皇帝的面前。已经将侵略者逐出国境，这仗还要继续打下去吗？在高原上启动战争机器的成本超出所有人的想象。战争本就是国力的较量。根据《清史录》等记载推算，这次用兵西藏，清政府先后支出1000多万两银子，达到了朝廷一年总收入的1/4。其中军需费用仅仅占了不到1成，在大自然的阻力下，人力处理的消耗超出了想象，军需的运送费用远远超出了军需本身，甚至达到了军费的90%。这场战争并非侵略者第一次掠夺，3年前侵略者就有过侵扰后藏的先例。如果战争到此为止，那么藏地的和平安定或许仅仅昙花一现。对亲藏的外敌，从皇帝到平民，跨越阶层与民族的区分，整个清王朝表现了同样的坚持与决心。乾隆皇帝要用一次彻底的胜利
给西藏带来永久的和平。乾隆57年七月底，面对清军的凌厉攻势，侵略者彻底臣服。乾隆皇帝下谕福康安，接受侵略者的请降。乾隆皇帝赐予60班禅的金册被送回，再次供奉在扎什伦布寺。这座饱经忧患的寺庙，再次寻回了他的尊严与荣光。西藏吉隆是一个宁静平和、雪山环绕的边境小镇，似乎仍在诉说200多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战事。硝烟散尽，青山绿水依旧，这处墓园保留着对战争与死亡的记忆。他们是反侵略作战中牺牲的清军将士，为了保卫国家的疆土，他们将生命留在了遥远的异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名字最终在岁月中淹没无踪，但只要这片土地还在，这里的人民还在，他们就将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中不朽。200多年前，清中央政府以数千将士的生命与千万两白银，最终换来了西藏的稳定与安宁。任何武力所带来的和平都是暂时的，究竟怎样才能保证西藏的长治久安？在60班禅朝觐之路的延长线上，我们将看到历史对班禅大师做出怎样的回答？